大家好，我们是百利士，今天来介绍我们的紫金胶。它是属于单翼型紫金胶，所谓的单翼型紫金胶就是它的 ABG 属于同一罐内，它的大小与一般市售的11口相似，所以它只要使用一般市售的11口腔就可以使用。一般市面上的它是属于双翼型，双翼型的话就需要特别的双翼型腔才能够做使用。它是属于免切割系统，所谓的免切割系统就是你不需要用刀子割开就可以使用，它只要把盖子转开，然后把我们的搅拌管转到底就可以做使用了。我们的紫金胶它是属于不垂流的设计，所谓的不垂流就是它可以使用在水平面、垂直面跟倒吊的环境上都可以做使用。